今天完美的一天，从米娅准备的丰盛的早餐开始。这个是 avocado 和啥？嗯，吞拿鱼和牛油果拌的酱，然后放盐胡椒，要涂这个吐司吃，然后还有小米粥养胃的。这个是土豆炖牛腩。赞。Good morning, guys. What a lovely day. 非常完美的一天。大家看一下今天的天气。超级棒，有没有？感觉夏天马上来了，太阳已经相当的足。然后今天是星期六，我们新西兰因为明天是那个小长假，叫 Labor Day 劳动节嘛。然后加上周六周日周一三天假，所以city 城市里面已经没有什么人了。今天是星期六，我和Enzo一会儿要去那个熊叔啊，等会儿我一会儿要去和那个Enzo去熊叔叔家吃烧烤。本来原定是去那个北边湖上那个河里钓鱼，钓完鱼再吃烧烤的，然后查了一下，这边湖已经不让钓鱼了，因为，这边也是属于那个鲤鱼泛滥嘛，就是鲤鱼特别多，政府没有办法，为了保护当地物种，就在那个湖里投了那种专门好像是专门杀鲤鱼的药，所以那个湖就不能钓鱼了。钓上来的鱼也不能吃，所以我们决定今天就只吃烧烤。今天带大家看一看新西兰的烧烤是什么样的。春天开花的，春天夏天就这样了。这个、那个他妈就是前两天下雨，叭叭叭叭，全都长。这个好帅啊！这个叶就是这个颜色，就是这颜色，跟那个，就长完了就跟那个一样。从来不会，就是没有绿色吧？没有绿色，就是红色。哇塞，这树帅啊，光合作用用红叶子。我操，这鸡巴威严，一天一封他妈的罚单。啊？罚？他又收罚单？对，新西兰的那个车牌子是可以自己定的，就是，如果你买车的话，政府会给你一个随机的车牌，如果你要不喜欢那个车牌的话，你就可以自己在那个有一个专门的网上，你可以专门的就是编写自己的车牌号，你可以是字母啊或者是数字啊，比如说这个 Enzo 他就弄了一个 Enzo 5，应该是 Enzo 已经被别人用了，只要没有被别人用，你就可以选择这个数字，然后定制这个车牌要花1000刀左右，相当于5000人民币左右。你可以定制任何没有被定制过的车牌子，定制的点还挺多的，比如说它那个是 NZ， 右面加了一个这个，它上下还可以加数字啊加字母啊之类的，比如说它这个定的车牌子比较宽，然后它上面加了一排字母，其实下边还可以加。整个一大箱大梅，这是羊腩，那是啥呀？腰子，羊腰子。腰子心。腰子吧？腰子不那色儿，我感觉心。两个都有吧？都有。你们这块不是腰子吗？啊，对，这也看着这股，然后还有蘑菇和小肠，加可乐。然后等会儿，我们自己拿这个签子穿。穿完之后就在那儿烤，这个就是熊叔叔家的房子。
感觉院子也很大。然后那个是这个家的门，这个是主的建筑，也两个车库，然后他家有九个卧室，有九个卧室，面积也超级大，应该人民币虽然不到1000万也差不多吧。熊叔，你家占地面积多少？1450吧，不算那个。1450，不算你们进来的专位啊。帅爆了。熊叔叔烤串店开业了。我问你再拿个小碟装盐呗，要不好熟啊。谢谢啊。我每一次吃完都没了。我全是火烧的，这个干货，我操，不整大点干的干干的。腰的心呗，腰心碗，还有肝儿。这边热不够啊，不过还有冰箱里有。那得把我拍帅的。对啊，拍老帅了，我告诉你。看那澳洲那个，打开马桶盖永远有新鲜感。我操！小香菇，每个礼拜吃一次这个，是一种享受。那必须。这撒点啤酒，它那个肉好像是，是吧？什么嫩的还是？对，我也听说，挤点啤酒那香味儿。啊，给你撒点。二话不说就搬到新西兰来了。真来呀！这几串我吃，我先撒点。多好呀！没有毒吗？哎呦！你这干什么？熊叔叔干什么？熊叔叔尿了。生病发，正月谋兵，那管他唱生病发，棒棒的，就是这么摇滚，撤了，啥？我也不知道是啥，没了。谢了，拜拜。这个鸟在抠什么呢？在吃草吗？草里有什么东西啊？你看那只鸟，大家看一只鸟，是一直在里抠抠抠抠抠，感觉它在叨动啊，还是在吃东西？咕咕咕咕，吃草啊！鸟还吃草啊？这得饿成什么样了？开始吃草了，下一步是不是该吃土了？今天我带大家去了那个熊叔叔家嘛，去烧烤，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今天的这个烧烤之旅。其实在新西兰的生活就是这样的，比较平淡，比较悠闲，就是生活节奏比较慢嘛。每天每一周，因为新西兰没有加班，然后也没有什么生活上的太大的压力。如果说你也喜欢慢节奏的生活的话，新西兰可能也会适合你。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大家依然不要忘记积极乐观正能量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